者罗子欣高雄报道。毕书尽今出席 KKBOX 风云榜，首唱蔡健雅替他谱曲的新歌《疗伤》，配合由杨贤乐和美声，让台下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他也同步宣布好消息，透露8月4日将在高雄巨蛋举办个人演唱会。他去年的小巨蛋演唱会脱衣露硬撞肌肉，问及高雄演出是否会再脱，他坦言一直都有持续在锻炼，从未松懈，高雄场也有机会露一下。至于高雄场会不会有特别的惊喜，他说在戏内容还没讨论，但会以小巨蛋的内容为主，还有机会唱台语歌。而他过年将回南韩陪妈妈，预计休1到2周。至于要包多少给妈妈，他表示往年都至少有5墨、10墨，这次随妈妈开，他要多少就多少。KKBOX 风云榜，毕书尽，记者陈奕宽社。KKBOX 风云榜，毕书尽，左，记者陈奕宽社。